讲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对家己的门徒说：“这一切发生之前，恁为了我的名的缘故，爱予人掠去、迫害、上高会堂，关着这个家来，恁爱被上去君王甲总督之中。”这是予恁见证的一个机会，所以恁心内爱定定，莫是在考虑专门去生病，因为我爱赐给你们口才甲明智，使你们都应该受得当，有病好好个回答。恁爱被恁个爸母兄弟、亲戚甲朋友出卖，恁当有一个有一撮人爱被杀害，恁爱为着我个命个关好，受正人个受刑，但是恁两一条头毛也不会失落，恁爱靠恁个忍耐包藏。你们的灵魂，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我们赞美了。今日的福音嘛，耶稣主甲伊门徒答，伊人将来就是伊离开的时候啊，伊人爱面对真侪个困难，甚至是迫害，所以人心内也有做些个准备啊，因为教师。一撮人来迫害伊人个时候啊，带人去会堂啦，带人去这个官司啊，啊了，即个判官啊，该头转个时候，耶稣对咱恁卖惊啊，恁也卖死所以去想啦，哎呀，咱专门答话啦，专门回答啊，理解？耶稣说，下生个甲恁做不下生个。引导人们，恁应该打什么话都变大。上次要是理解，上次要是伊人爱有这个忍耐个心，出去个教会啊，就错门徒也教会个门徒，伊人受着迫害，受着罗马人个迫害，也受着这个犹太人个迫害。迄种是伊人个难受，圣耶稣主个人无好做啊。所以，伊人家己个生命受这个威胁，伊人有变这个挖去落来，唔知要加回有变继续挖落来，也唔知，因为个人出人未罪啊，圣主个人未罪啊，所以迄种是伊人是真艰苦个，伊人误解是滴个误解，就是耶稣主对伊人个这个。和诺耶稣主应和伊人家，伊爱甲伊人同道，伊爱保护伊人，下生爱引导伊人，爱专门单位，要天主爱保佑伊人，耶稣就先答应伊人。但是得了耶稣主个话，其实伊人所熬着个是真艰苦个情形。但是伊人当虽然有个人是。背叛了耶稣啊，这就是不幸咯。但是其他的人啊，伊人就忍耐落来，有该是受难咯，有该是为耶稣主牺牲生命咯。但是就是因为这撮人，伊人个坚定个信仰，了教会有变老落来，到最终，了最终教会已经唔是。淡薄人了，咱就拢创世界，圣耶稣主个，咱是真罪了。了耶稣主个话，为当时个咱是增加清楚个啊，伊人爱受这个迫害。咱今日个基督徒无受这些个迫害，但是咱生活当有咱生活当个困难，比如啦，即阵个这个疫情啊，咱真侪人。家庭方面啦，工作方面啦，其他方面啦，咱受着咱真侪苦，但是咱卖
时刻信心啊！耶稣主单，咱爱忍耐，咱爱坚信，就是啊，咱有天主甲咱同道，天主爱赐咱力量，帮助咱来度过这个难关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你。